没有任何一家厂商敢跟你挂保证说我的记忆卡绝对不会出事，它可以使用多久，可以使用几次，这跟你的人品是很有关系的。我不可能去推荐或者是保证任何一家记忆卡它做得非常好，因为任何的卡它都会坏掉。大家好，我是 Daniel， 我是开业的 Alan。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那我们今天有一集特别的企划，就是你在使用记忆卡的时候常见的一些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还有就是我要如何去买一张适合我自己的记忆卡。让我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那如果我买了一台新的相机，我要买什么记忆卡？是一般这样的相机的话，我们通常是有 SD 卡， SD 卡就是长这样子，叫做 SD 卡，跟 Micro SD 卡，就是一开始你应该会碰到你要怎么去选择这两种卡。那我个人的建议呢，你还是选择 SD 卡会稍微比较好一点。那 SD 卡也有分 V30、V60、V90。如果你是拍照需求的话，你大概是 V30 的卡就可以了。那如果你只是录1080啊这样格式的，其实 V30 也够。但是当你录到 4K 以上，比如说你要到60格以上的话，10比特，那我会建议说你是买到 V60 的卡。V90 的话，你就可以录到 4K 120格10比特。那你目前使用的品牌是什么？有哪些？使用 Kingston， 我有使用 SanDisk， 然后最近呢，我有使用就是有一个厂商新提供给我的一个叫做 Homeman 的记忆卡，它是一个全新的品牌，大家应该是没有听过。为什么我会有就是这么多种不同品牌的卡？首先呢，像我们拍摄的环境，我们有的时候会拍4K 60格10比特，其实这样子的规格 V60 的卡就可以了。所以以 V60 的卡的话，我是选择 SanDisk 的卡这个品牌。那如果我要拍 4K 120格10比特的时候，就要使用到 V90 的卡，那我选择就是 Kingston 这家品牌。那为什么会有一个新的品牌 Homeman 出现呢？最主要是我使用 HS3 在拍 4K 120格10比特的时候，它常常会发生一些很奇怪的现象，有时候是录不进去，或者有的时候它无法侦测说这是一张 V90 的卡。那一开始我是把相机送回原厂，请他们去解决这样的问题，但是他们去检测之后发现说其实卡槽没有问题，但是我刚刚讲说记忆卡也不会有问题啊，因为记忆卡就是写 V90 啊。然后那个时候其实这个状况它发生过几次，然后让我非常的困扰。一直到有一次，我就想说，既然相机没有问题，我就思考说到底是不是跟卡片有关系。那正好有个厂商问我说，他们有出一个新的卡片，问我要不要试用看看。那我就正好在最近的拍摄有一次，就是一样发生了一个无法侦测 V90 卡的状况，那我就插上了新的这张 Homeman 的记忆卡，那它确实的解决了我这个问题。但是我现在还不能100%肯定说这个问题是不是跟卡片有关系，因为大家知道记忆卡这东西其实它是有一个寿命存在的，它越使用的时间越长，它是会慢慢的去衰减它的寿命。所以呢，到底是不是后面的卡就是拯救了我，还是说是 Kingston 的卡它是造成一个逐渐衰落的情形，所以无法很顺利的入制。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那如果未来在经过比较长时间的使用，那我也许可以慢慢的找到这中间的问题。什么时候是拔卡的最佳时机？当你拍摄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这边会有一个红色的灯号，它会亮。那你要等到这红色的灯号灭了之后，你才能把记忆卡拔出，不然你很有可能会造成档案毁损。所以不是等相机上面的那个跑马灯结束，而是等红灯吗？是，不管是跑马灯或是红灯，你都要等它结束之后，你才能够去拔记忆卡，这是最安全的一种做法。那双卡备份是不是最保险的？有人说双卡备份最保险，但是以我个人来说，我不偏好双卡备份，因为卡片这种东西它其实是有一个生命周期的。你双卡备份它不是最安全的一个方式，我觉得最安全的一个方式应该是勤换卡片。比如说你今天一整场活动，它每到一个段落你就换一次卡片，就我的认知，我觉得这个比双卡备份一整天你都不换记忆卡来说的话来得更为安全。那我们要怎么保护我们的记忆卡？
好，记忆卡的保护方式，我建议大家是可以买一个像是这样子的记忆卡盒。那你千万不要就是拿一把的记忆卡抓在手里面，然后放进口袋啊，或者是你跟其他的东西放在一起，或者是你去接近一些磁力比较强的磁铁或者什么的，包含你手上流的汗或者一些沙子或者是水，它都有可能有机会造成记忆卡一定的损伤。你说好的卡它是不是一定是最安全的？告诉各位，没有这件事情，没有所谓，没有任何一家厂商敢跟你挂保证说我的记忆卡绝对不会出事。对，所以我这边也不会跟大家挂保证说哪一家卡很好，非常棒，请大家去买，它绝对不会有问题。因为记忆卡这个东西对于摄影师来说，它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就像我前面讲的，我如何去妥善的解决这件事情，就是你一直不停的换卡。我现在就是用这三家嘛，所以大家就是如果想要无脑的话，就是学我们，就是直接用这三家的记忆卡，至少经过我这几年测试是 OK 的，对吧？除了这张 Homeman 的卡，这是我最新一直不停的在使用的卡，因为我一直想测试它的最大的极限在哪里，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就我使用了这个大概一个月的时间，目前没有发生任何的问题。那要多久换一次新的记忆卡？把档案从记忆卡抓出来，或者是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就是你会觉得这张卡好像怪怪的，就是读的速度可能变比较慢，或者是你抓进电脑的时候，你觉得这张卡抓进电脑速度比较慢，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这张卡可能已经开始老旧，可能开始有问题了。所以它没有一定说它可以使用多久，可以使用几次，这跟你的人品是很有关系的。后面有售后吗？后面有售后啊，有售后。据我所知，它目前官网上写是五年的售后保护。所以是我今天想换就可以再换一张新的吗？跟 SanDisk 一样？理论上是，因为记忆卡不存在什么维修的这样的问题，通常都是它会直接换一张给你。后面应该也是用同样的做法去运行的吧？然后我知道 SanDisk 好像是终身保，对不对？对 ，SanDisk。但是大家要有一个观念哦，就是你会觉得好像终身保比较好，但是你知道其实一些很贵的记忆卡它是没有终身保的，比如说像是 Angry Bird 这样子的记忆卡，就是给一些电影机锐的去使用的。像他们这种记忆卡，它本身的品质非常高，但是它就是没有终身保。为什么？因为它的成本贵啊，它的成本贵，单价高，然后用的颗粒又特别好。对于一个专业级的摄影师来说的话，你到底是要去选择可以终身保时常去换提醒的卡，还是你要选择一个更高品质的记忆卡，然后去每一次换卡都是一定的成本，对吧？那对于我来说，我可能用不起那么贵的卡，那我可能就会去选择有终身保的，对吧？但是如果我今天的制作规模也许到了电影或者是更高的规格的时候，我有更多的经费，那我一定会去选择更香的卡、更好的卡、更高级的卡。我也不知道，我觉得记忆卡这东西很有趣，因为我不可能去推荐或者是保证任何一家记忆卡它做得非常好，因为任何的卡它都会坏掉，对，它都会坏，对，没有所谓的不会坏的卡，对吧？那完全取决于说你在拍摄的时候你做了什么一些保护的措施，就像我上面提的，你要怎么样去好好的保存你这张卡，保护这张卡，一些准确的用卡习惯，经常的去替换一些卡片，那它就会降低一些损害的风险。好，那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主题呢，欢迎留言告诉我，或者是你有一些记忆卡相关的疑问，那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那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下集见，拜拜。